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永恒。那么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。今天给各位带来一个《三国战地统传》的一个清版啊。上一次呢，给各位做完这个关羽逼关羽出门的事件以后呢，很多水友呢表示看着这个比较的喜气啊。这一期呢，咱们就来一个这个毕黄宗啊。这个毕黄宗的话呢，也是这个老板点播的，咱们呢给这个毕黄宗啊充上钱，然后呢让他开门拥有私剑。出门呢，咱们直接就把这个兵剑给他换上啊，然后呢，咱们来看一看，这个点播的老板呢叫做凤剑悠悠子的老板啊，咱们来看一看这个黄宗能打出一个什么样啊不一样的这个效果。第一个画面呢还是老套路啊，边清狮子等小兵过来，直接呢 A B 踩狮子，然后呢上来这个地方呢撞，先捡袖剑，再捡一口加血啊，因为这个黄宗的前期呢比较需要开 A B 啊，所以说的话呢这个加血还得整一整。然后呢这个人物呢一定会比这个前面的一个关羽厉害，因为这个人物呢有一个暴气的多段状啊，想都能想出来这个效果呢是比关羽要棒的。当年呢两个人呢平抠的时候呢，关羽是略胜一筹是吧，这次呢来看看咱们老头啊如何扳回一筹。这个位置一看袖剑太远了，把金珠太远了，不捡了，省着走一个折返路线，然后呢飞爬呢没什么用，干脆不要了。这里呢在下来的时候呢把 B 面道具切成了 A 面，这样呢方便自己呢在下去以后挑袖剑啊，都是细活，分两次挑袖剑扎人状，捡起一个莲花打一个铁甲令，然后呢 AB 放倒一打二有没有，没有换一个电剑，吃一口加血，直接进清个铁甲，这样呢让下一铁甲快速刷新，然后呢捡起铁甲令撞兵撞铁甲，撞铁甲捡金珠，调这个铁甲直接换好，这样呢以1分17秒的成绩呢见到了嫂子，然后呢用这个铁甲令呢开始清啊。这里用铁甲令清的话呢，首先呢这个铁甲令呢比这个暴剑慢不了多些啊，因为这个7+6的话呢本身也没太耽误走气槽的速度。另外呢就是说呢这个人物呢 B 人物呢非常依赖于能量啊，如果呢你没有这个前期用圆锥令积累这个能量，到这个后期呢它是不够的。好，咱们来看第二关。撞。进来啊，继续用这个暴剑，里边的话呢所有的兵暴剑都是一下一个，所以说呢咱们就顶就完了啊，能顶就顶，顶不着就 AB 就完事了啊，这是里边的一个处理办法，可以看到是吧。这个别的角色呢拿这个属性剑啊，不能拿剑的人物呢当他用剑以后呢都会比能拿剑的角色厉害啊，比如说呢这个黄宗他就会打出比这个诸葛亮跟马超更硬的一个效果，咱们的这个拭目以待啊。之后呢这里大狗用暴剑呢也都能杀，问题不大。然后呢各位呢如果喜欢这个系列啊，记得呢不要忘了整点免费的赞啊，一定要走一走，然后呢这个没点关注的兄弟呢关注也可以给走上啊，这些呢都是免费的玩意儿。这地方呢我会选择冲过来捡一个大虾啊，因为呢这个地方呢我需要什么，我需要呢进这个第二关的这个毒气密室，好处呢就是进毒气密室了以后马上出来，这样的话呢你清完小兵下回原快速刷新，如果你不进毒气密室4个小兵清完得等大概5-6秒才能刷下回原，刷 boss 太慢了。之后呢这个用大虾可以呢少扔个隐身衣啊，这个隐身衣呢在后续的话呢用于打司马懿啊，算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道具。这里呢给这个铁甲兵砍死，然后底下的莲花左上角的莲花就不要了，虽然说在防毒但是呢没什么用了，直接呢冲过来。好，这里呢撞死，全部撞死，可以看到呢这个能量呢几乎就要满了是吧，关底呢也不用火箭撞，因为这个火箭打下回原没有强，这个人物呢非常依赖强啊。还有一个角色呢应该会比这个角色还猛啊，后续呢咱们再看。之后呢因为咱们大虾进门，所以说呢根本就不需要了啊，根本就不需要调隐身衣了，直接往里冲就完事了啊。好，进去你可以看到呢一进一出还是这4个兵，但是呢刷 boss 的频率就完全不一样了啊，扔兵就刷了啊， boss 就刷了，换瞬机直接呢打我一个老连招，1234 2234 3234，后前 A 转5下一个挑，再见，伤害正好够秒杀，不多不少，小兵顶倒 OK， 帅气的一波一套秒这个夏侯渊，然后呢先换这个火箭再吃加血，之后呢把这个大虾扔了，因为这个大虾的话呢如果不扔后续呢格子也许不够啊，我也不确定够不够，我怕它不够。好，第三关出门呢直接用这个火箭顶，然后这地方呢用板砖往右砸，因为这个人物呢火箭一下顶不死宋江啊，当时这个老板点播的这局呢我打的并不太好啊，所以说呢后边呢又来了一个打的比较好的一局，你看这局打的多好，这水兵一下就清了，看不看着小贱人。好，上来啊，肯定是上路快啊，这个呢就不用多研究了啊，就这个出门四剑的情况之下怎么都快不过上路。
好，这个位置呢，一会儿调宝剑啊，换上，然后呢去打前面这几个怕宝剑的兵啊，然后打完之后呢再换火箭啊，之后呢这里来一个一顶三走，顶胸嘴里去了，不好意思啊。所以可以看到黄总这个顶的攻击判定呢还是有点缺陷啊。好，咱们呢直接进去啊，里边呢来看这个位置呢，小兵一顶二，一顶一平 A。然后这个祝融令不用捡了，没啥大用啊，因为这个铁甲兵都一下秒，不用靠火炬剑秒了。你看是吧，爆剑直接秒铁甲，捡一个毒气筒留着清兵用，然后呢直接撞撞撞撞撞撞，这个地方不能再撞了，得打点 AB 了，再撞的话不够开了，滑不过来拆车，滑不回去躲车，撞一下捡金珠，好走。之后呢换了一个兵剑，然后呢看一眼道具数量，直接过来金珠一甩全中，然后呢把这里车就不拆了，直接爆气啊、来看这个傻狗，直接呢就嘟嘟嘟嘟嘟嘟，就你蹦，你蹦，他老蹦啊！但是你可以看到这血槽依然在扣，是吧？血槽呢一直在扣，然后呢这个傻狗呢也是，尸体在血槽之后消失，这样的话肯定就不耽误时间了，这就不用多说了。这里呢 A B， 然后呢咱准备把两个金珠丢掉，一左一右直接双清，这个没死呢换一个兵剑直接打死，然后呢正好往上拖屏幕 ，A A 滑步捡一个这个黄石弓。会清一个比较散的铁甲兵，这里呢修剑往左人往右，让这个怪呢别被电板砸，耽误时间，修剑往左人往右。好，这个位置呢虽然修剑没打到，但是呢 AB 打着了，吃一口加血直接往前走，然后呢换火箭 AB 往前走，扒拉扒拉，然后咱们撞一波张辽暴气啊，一会儿暴也行，因为这个 B 人物呢没有暴气动作，暴气就可以走，暴气顶顶顶，这怎么顶啊，是我给他打歪的，我现在怎么顶歪了呢，顶，哎呦百合折没事，趁着百合折顶顶顶顶顶，可以看到这个张辽啊非常的扛揍，看见了吧，火箭打了得有二十多下啊，所以说呢与其这么看呢，这个张辽其实也是自己操作不好啊，这个六六 A 呢是可以形成连段的，但是太难操作了啊，因为这个黄龙这个六六 A 呢一直是在墙里顶还行啊，不可墙里的话呢确实费劲。好，来了白衣渡江，咱们来看看这关啊，直接呢撞，然后呢 AB 三杀，这地方黄石弓比较不错啊，这地方其实不黄石弓，不黄石弓也行啊，这地方不黄石弓呢可以在洞里黄石弓，后续呢这个格子呢没有要捡的道具了啊，当时呢也是没研究明白，这里 AB 毒气 AB 打俩也没有，可以这样的话呢也是一次推车，然后呢躲推车修剑三换火箭往前走，这里找位置 AB4 没 AB 着，我这里是想找 AB4 的位置，然后呢袖剑右人往左捡毒镖往前走，之后呢给屏幕一打二拆炸了啊，然后呢直接过来滑步平 A 平 A 平 A， 这地方给个毒镖，因为宋江一下秒不了，所以说毒镖炸了宋江，人在清狗，你看是吧，很帅气，然后往前走进来门就不开了，直接过来调一个爆剑换上，直接 AB1 打四，这样就刷下皮铁甲了，然后呢咱们这里呢直接这个撞两个铁甲兵，然后呢捡捡道具，这位置给个莲花，因为怪的位置太散了，可以看到呢 A 莲花之后呢再撞两个骑兵，这样呢基本就等同于五兵一起杀的了。然后咱来看这儿啊，可能呢这个张辽那个地方呢你可能觉得这个黄龙不厉害是吧，你感觉他有点菜啊，因为这个火箭呢要打那么多的输出，但是呢你只是看到了表面啊，咱们的这个老头是要蓄力的，毕竟这个年岁已高啊，不蓄成力的话呢这个后续发力呢不厉害。好，咱们来看啊，换好兵剑蓄好力，这里给个张力剑，咱们来看啊蓄好力的老头是什么伤害，调好傀儡娃娃，现在吕蒙一个美人计降他的防御啊，来了傀儡减防暴气，我走走完事儿，没看错，骑象打死吕蒙啊，你一点都没看错，那猛不猛就完事了。好，这个地方呢把这个绝杖就撞上来了，把小兵顶到右边死，然后呢这个射箭就不捡了，这么来看背面没什么要捡的道具，那我不如把大虾留下了，因为把大虾留下的好处呢就是打魏延呢会有个酒碗啊，省着捡酒壶了，省那么一秒两一秒半秒的。好，夺荆州出门秀剑撞，然后来看这个地方呢可以用金珠撞，可以撞一个金珠一打二，然后呢往前走，这里呢秀右秀左，然后毒气扔有没有二次，扔早了没二次有点可惜，本来想呢毒气二次杀掉，然后换电剑青驴换暴剑撞回来，换秀剑呢直接杀仨，然后呢继续调个飞盘扔了没用，再修剑好过来，然后这地方呢我本来想用电剑
第一时间道具没调过来，我想电剑之后呢用这个九月让清左连打右的，结果呢没整上，我想捡这个飞盘，但是呢后来想也不用了，这修剑反正也没什么用，就在这直接修就完了，直接呢两修剑修五，然后呢捡起道具，这里呢没着，再撞再撞，捡个金珠速出许褚往前走，修三可以不用打了，出兵了，然后呢莲花撞，这里这个左边莲花也没有，有就捡一下，没有就拉倒，有捡一下，这里其实捡着莲花也不合适啊，因为做了一次折返跑啊，但是呢当时呢这个也来不及细想，因为这个速通这个东西啊你慢慢你就懂了，或者说呢也有水友的一个速通的一个投稿啊，等你这个给你看一看水友的速通的投稿你就明白了，这个速通这个东西太赶了，没有几年的三国造纸整不了。好，隐身衣速出许褚打完了，你没看错啊，给许褚撞的都贴墙上了，多惨，给许褚撞成壁纸了啊，有没有想要这张许褚壁纸的。好，这里呢直接 AB 死车，然后呢捡一个莲花上去就走，加血没用，飞盘没用啊，速通里边呢这些没用的就不要，而且呢像我这种速通呢更有难度在哪儿呢，你得时刻切属性剑，时刻切，切来切去，切来切去，而且啊你还得这个切完之后呢把属性剑的后摇扒了没，这里呢是骗点气啊，很明显气要不够了，肉眼可见的黄盖死，你有病啊，继续撞撞，好，气下死了，肉眼可见的黄盖死亡之后还有一个胃炎的，你说这个胃炎这个气能不打对吧，你不骗他能有吗，所以说现在骗气打我呀宝贝儿，谁让你个雷炸我了小贱，那个雷给我拍倒了不加气啊，然后现在呢还差三分之二的气啊，这个气槽呢你看啊，一会儿呢下关有什么办法，好来了，出门的毒镖一扎三，然后呢调进珠一扎二，可以看到这局我的道具呢用的非常合理，之后这里你注意我把道具调到了背面又调到了正面，其实我应该调背面，原因是什么呢，就是他许久不见的嫂子可能你们都已经忘却了，但是呢我没有忘却嫂子，清四个小空手再清两个铁甲兵，魏延需要的一个气就被嫂子轻松拿捏了，拿捏完之后呢咱们的换成暴剑继续呢往前走啊，用这个袖剑呢再扒拉扒拉左右，这里呢 AB 袖剑 AB， 然后呢这里继续 AB 就完事了，然后呢往前走，这里可能莲花直接呢来个全炸啊，没有直接顶，然后呢毒气一定是一毒四，不要问我为什么，然后换一个电剑调一个毒镖，毒镖开直接把魏延干死啊，咱们来看瞎存瞎啊，我以为不是一行呢，来毒镖开，毒镖开非得毒气开，该主导了吧，顶顶顶，你没看错，又是七下魏延死了，然后呢捡毒气之后呢这个小兵又得杀快了，应该杀慢点，这位置得捡九壶了，我要是有大虾的话呢捡起九碗我就走了，但是呢没有大虾，咱们捡个九壶再捡个毒镖，这样的话呢可以看到少了一个赶路的路线啊，差了一个赶路的路线，然后来看看这儿啊能不能跳一个铁甲兵，感觉应该是可以的，出门呢毒扎，扎完之后呢毒气一打四，然后呢调一个莲花啊，咱们来看这个莲花能不能全中，莲花往前走扔，哎没全中，但是补一下伤害，调一个袖剑扔，左上角扎一打二，再扔再撞再撞，这个撞死看看有没有，没防啊，他没防，有没有，漂亮，铁甲兵跳过，然后呢这里呢 AB 啊，这个地方的四个铁甲咱们可以留到一起，莲花有个没中补一下伤害 A 就行， A 完之后呢这里呢往左撞，往左撞，往右修剑啊，没有修剑了，好，之后来看这儿啊，喝酒隐身衣啊，隐身衣之后呢对着司马懿撞撞撞撞打了啊，你没看错，非常猛是吧，最后那自然呢就是用这个赵安撞啊来撞一下曹操，因为这个招安撞的话呢你能确保百分之百的无限撞啊，如果不能招安的话呢曹操会有可能跑，挨撞之后呢如果你控不住会有可能必杀，所以说呢咱们先手隐身衣出发，背面调招安撞直接就往前走就完事了啊，这样呢以切好的兵剑已经印好的身配合呢这个招安撞，加上咱们一会儿等一会儿爆个气，然后呢这个曹操注意看啊别眨眼，看好一二三四打完了，哎没看错，13分52秒啊拿下了这个大曹操，可以看到是吧，这个黄宗很猛啊，这黄宗呢是我第二次玩就进入了一个14分钟以内的成绩，你不得不说啊这些这个人物啊给各位的表演个鬼步，你看是吧，这些这个不能拿剑的人物装备上四剑将会非常的爽快啊，不知道各位呢看得开不开心啊，如果开心的话呢别忘了免费的赞给走一走，免费的关注都给整一整，好，伴随着最后一个精彩的一个回放，咱们今天的视频呢又告一段落了，我呢是本期的解说永恒，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，拜拜。